山咧，我哋食一个浮夸啲嘅咖喱饭，佢系富士山嘅型噶，佢仲有分蓝色同埋红色添啊！呢啲蓝色嘅咖喱咧，佢系用咗土肉去煮咗3个钟而整成嘅。红色呢个咧就系用葡萄汁同埋生椒去整嘅。等我试下个蓝色呢个先。它真的是咖喱味的，但是这个不太好了，试试红色这个先，这个就少少了，它是麻咯，真的有点麻。